范丞丞新综艺节目播出，他在某节目中与薛伯特合作 ，I'm Here 知名造型师张帅转发了范丞丞的表演片段，并透露了范丞丞姐姐范冰冰近况。在转发文中，他写道：“刚和他姐说，这孩子咋变化这么大，看得我一身鸡皮疙瘩。”他姐说：“别夸他，还会更好的。”我回他姐真言。张帅还在评论里回复范冰冰粉丝留言，表示范冰冰本人看到了大家的留言，姐刚看到大家留言了，也想大家一句姐挺好。曝光范冰冰近况，引发粉丝泪奔。而对于范丞丞在节目中的表现，粉丝则纷纷表示：“今天看了节目，丞丞合作舞台真的炸，很燃。”